也无要紧啦，无领导嘛冲击嘞，所以就变成各式各样的鞋子全部充斥在老公寓的底下，然后大家还讲好说啊，你只要旁边有人可以走路就好。快邀请小房加入 LINE 群组，和亲友一起找寻最适合你的房子。一旦只要有一户装了，然后呢，大家没说话是不是？然后你会发现一段时间之后，全部都装。你看这个社区，全部都装铁窗。那、为什么装铁窗呢？因为这一户装了嘛，这一户也要装嘛，然后这一户全部包起来嘛。那有的包起来，有的拉起来，然后有的推出去。像这一户比较夸张，整个外推还加出去耶。然后这个是一个你阳台就算了，为什么底下就加个衬底？然后当然啦，我们就安全上来讲，好，它至少没有一个铁窗杆，像这个包起来，这个以后万一烧起来，除非这个钥匙还在，不然呢也是很危险。然后这个呢，好，它可以跳出去，可是万一它这个没有装好，是整个崩下去也是死效。然后呢，这个是全铁窗的，哇，这怎么逃啊？然后这边也是全铁窗，全铁窗。其实这个房子估计大概10-20年左右，可是呢，为什么10-20年的房子整天装铁窗？你觉得你们家有这么危险吗？所以当然是这样，有小偷。所以一户觉得啊，我们家被偷，是我们感觉有小偷，感觉小偷有可能爬上来，于是他一装就全部都装，因为楼下都装了，楼上怎么不装？楼下可以种那个放衣服、放洗衣机，为什么不要？楼下可以多半个房间，为什么不要？于是全部就装起来。所以不管说你的社区啊，只要有人装铁窗，我还不是讲阳台外推哦，不是阳台外推，是铁窗哦，你会发现全部都装起来。那一旦火灾，就全部都死掉，因为烧起来很恐怖。外推增加利用空间，这真的是个同财效应哎。楼下花3600装了一个铁窗，然后你还去问说：“哎呀，那间做个袂歹，行不行？”我也要去装，所以几乎就是同全部一起。那我发现啊，其实这个铁窗的公司通常也是这样，他做了一户之后，他就开始塞信箱，每一家都有他的名片，于是呢，全部拿他的名片啊，拢赶快嘛，打个9折团购好不好？会变这样，鞋柜开始乱摆。铁窗跟鞋柜到底是什么关系？当然有关系啊，你可以。铁窗做出去，这表示这个社区随便啊，所以你会发现台湾很多公寓哦，为什么鞋柜都长这样，没有办法制止。然后呢，一户长这样呢，你还会讲说啊，不要紧啊，我领导嘛冲击嘞，所以就变成各式各样的鞋子全部充斥在老公寓的底下。然后大家还讲好说啊，你只要旁边有人可以走路就好了。然后另一边我们放鞋子有没有？大家都自以为很整齐，摆了这样子。我最讨厌这样的社区，我最讨厌这样的房子。连我妈也是哦，以前我们家鞋子从来不放出去的，因为觉得为什么要放出去啊？要给别人偷吗？然后你脚臭会给别人闻吗？也不是这样啊，所以我妈弄了一个很聪明的方式，我以前讲过，不知道你记不记得？她就假借洗地板的名义，有没有通知那些鞋柜摆出来的住户说：“哎呀，我们那天要洗地板哦，你记得把鞋子收进去哦。”然后呢，时间到了，但是洗地板洗很干净，对，清气洗洗对，非常干净。然后干净完之后呢，人家鞋柜要摆出来，是。然后呢，我们要去通知人家说：“哎呀，我跟你讲，我地板没有洗干净哦，楼上还要再抢一下哦，还要再冲一下，所以你鞋柜先放进去哦。”所以3不5时就给你泼水，泼到人家鞋柜不敢摆出来。然后顺便跟他讲说：“哎呀，放进去啊，不要拿出来，你的鞋子真的很臭哎，而且牌子也不是很好，万一被偷怎么办？被偷一只怎么办？你没办法穿。”所以后来呢，我们那个老公寓啊，没有鞋柜，没有鞋子放外面哦，楼梯很干净，因为我妈没事做，所以整天做这个事情。当然我们有顶楼加盖，所以顶楼加盖还是没有办法处理，因为顶楼加盖就是爆拆，然后。新北市就没有再拆，所以这个我妈无能为力。但是我们旧公寓的楼梯超棒。那我们家原本呢也有铁窗，因为楼下都装起来，楼上全部都要装，因为楼下被偷过很多次，所以楼上只好装起来。后来呢，台湾没有这么多小偷了，没有那么多贼了，于是我们家就把铁窗拆掉了。太神奇，因为可能是火烧太严重，所以我妈我爸担心说哪一天呢家里烧死怎么样，就把铁窗拆掉。所以我们是少数没有铁窗的公寓，哇，真的是好人好事代表。以前我记得哦，我们还在铁窗外面放风筝，台风来的时候放得要命，很好玩，叫小孩子玩给笑哈。停车位开始堆东西，你以为有停车位了不起吗？只要你开始装铁窗，只要开始阳台外推，只要开始有鞋柜，
你的停车位、地下室全部都是垃圾。不是说放脚踏车哦，而是放什么一堆柜子哦。他觉得那个车位是他买的，我为什么不能放？我楼上鞋柜都可以放，我为什么楼下不能放东西？就是这样啊，家里东西放不下，剩下地下停车位，很奇怪，也不怕被人偷，而且偷了哦，这些奥 K 还理直气壮说，我有缴管理费啊，你要帮我管管啊。明明就不能放东西，那是笨手呢。你的宝贝对我们来讲都是笨手，所以见微知著的情况下，只要一户开始做铁窗，就会变这样。我讲的铁窗哦。不是阳台外推哦，最新影片都在好房网 YouTube 频道，记得一定要订阅哦，打开小铃铛哦，第一时间收到最新通知。